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靖，很开心呢，这次有机会可以设计我个人的这个明星商品。这个呢是止渴拍，然后我就是外面你们看到的这两颗眼睛呢，都是我设计的。一个呢是星空耀眼版，另外一个呢是炫彩亮眼版。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版本呢？因为一个想要是一种比较彩色的感觉，就代表一个比较开心的心情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可能是一种比较深层一点的，然后你可能是带一点忧郁的眼神去看整个世界。然后因为这个止渴拍是可以换这个壳的，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心情，你想要这个开心一点的，你就可以换这个版本。你想要我今天好忧郁好不入，你就可以换这个版本。然后呢，其实在我的 MV 啊或是那个照片里面都会出现这个东西。然后里面呢，除了就是可以让你拍照的底卡之外呢，也会有我的这个最新单曲你眼中的我。更特别的是哦，还有一些我平常拍的这个摄影集，然后我们称这个摄影集为 In My Eyes， 因为这次呢你眼中的我，所以我会在这个设计上面写一个 In Your Eyes， 可是因为摄影集是我拍的，所以就是 In My Eyes， 从我眼睛看出去的世界。然后我都希望可以一并的送给你们，然后可以让你们更了解我平常到底在拍些什么东西呢。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明星商品止渴拍。